你在餐桌上酒杯空的时候会自己倒酒吗 ？Of course。而且我最喜欢跟别人讲的话就是说，酒可不可以放在我正前方，不要封锁它。你好意思自己倒给自己喝 ？Why not？ 因为有的时候会放在别的地方，然后那些人也不主动帮你加酒，我觉得很没有礼貌，所以我就想说酒直接放在我正前方，由我控管。所以如果有的国家是桌上的年轻女生不可以倒酒给自己的话，你要去吗？不去，你可能没有办法去法国。我只去能够自己控管酒精的国家。这是你最在乎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好，从喝酒这件事情开始呢，就是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规定。那当然规定不是说你违反了他们就要枪毙你或者把你抓去关，而是会显得你这个人比较没有教养，然后让当地的人感觉到很吃惊啊。所以我们今天邀请了八位不同国籍的人士来告诉我们你在他们的国家应该要遵守的哪一些，包括很重要就是用餐的时候的礼仪在内。欢迎八位，你们好。欢迎。最近有一些很特别的事情，我们等下会提到，就是竟然有其他国家的人在我们这边发专辑了，而且是唱中文歌，是要拜年吗？我不懂哎，等下研究。然后我们还邀请了四位明星，他们分别唱出了新的作品，欢迎四位，你们好。欢迎。今天好像爱丽丝，你是因为跟日本人结婚了，所以你今天会提到一些日本的习惯。对啊，你刚才跟旁边的偷摸先生是用日文在聊天吗？用中文，而且我们刚还在开玩笑说，如果我现在用日文跟你讲话，你应该很讨厌我吧？偷摸出新书是讲厨房的那个菜谱，然后他送给你的书上面写最美丽的 ，yes， 很有礼貌啊。所以最美丽的在日文里面应该也就是指你是唯一的吧？客气话吧，没有没有，是真心话，真心的吗？是，所以我在你心中是最美丽的，是 in the world， 在全世界吗？对对对，他今天这一小时，他这一集也只好维持这件事情。那旁边的张祖成是来自马来西亚，对，看勇哥好，先生你好，你好，大家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歌手张祖成，是。今天第一次来到康熙，好开心啊！他会教我们一些事情，在马来西亚绝对不能不要犯的错。对，女生不能够给自己倒酒，是法国吗？对啊，这是真的吗？绝对不行啊！这个你刚刚那样讲的话，你会直接就是被大家讨厌吗？就会被讨厌，会被觉得说你这个女的怎么这么没教养？因为请你再出去。这样可以出去啊？可是，那万一那个人的酒杯真的没了，然后主人，所以就是整个 host 他要去负责说每个人的酒里，每个人的杯子里面都要有酒。可是 host 有的时候自己会忘记帮客人加酒，所以不能忘记啊。我们都没有，就是像如果我跟我爸吃饭，然后有家人，我要倒酒，就是最年轻的男生。前面四个女生，你们酒杯空了会帮自己倒酒吗？会。韩国可以，美国可以，俄国。俄国不可以。俄国不可以。要男生也要帮你。呀。对。因为然后德国呢？德国可以，可以。所以这三个地方你可以去，俄国跟法国。可是万一那个女生喝酒的速度比较快，那就是倒啊，就倒。一定要，他有时候酒杯可能正在跟别人 social， 他没有办法用余光看到他的酒杯已经空了。就是家人要帮忙倒。所以我如果在法国请你吃饭，我会很困扰，因为我要招呼别的客人说，就是空了，就要一直帮你加。所以我就说，让我自己控制不是比较方便吗？而且你要倒酒也不能先帮自己倒，你要先帮别人倒，再帮自己倒。而且在台湾还有一件奇怪的事情，有的主人请吃饭，酒喝完了就喝完了。对，好没礼貌。怎么可以喝完呢？对。而且我最讨厌去别人家，然后一进去他不立刻送上那个酒。怎么听起来是我自己很没水准？你就到别人家做客，你坐下来就要开始喝酒，就可以先喝一点什么香槟或什么白酒，先 relax 一下啊。然后在法国是永远不会发生你请别人吃饭结果酒喝完了吗？不可能，不可能，一定会有酒。源源不绝的会送上来。法国酒很憋你，法国人比起来比较憋你，真的。日本没有规定不可以女生自己倒酒。可以啊，可以自己倒，可以自己倒。但是他们比较不能够理解，为什么我们每次喝一次酒就要先拿杯子起来再敲一次？就是对他们来讲，敲完一次
就不要再敲。敲哪里？就比如说要喝酒了，干杯，然后就开始自己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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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聚会都不用再敲第二次，就不用说哎、欸，来喝一下啦，来喝一下。我们台湾会喜欢，台湾很爱敲啊。这边也有规定，谁的国家规定是一定要敬了别人才能够喝的？意大利是第一次啦。第一杯，后来就没有人理你，你就自己喝。来俄罗斯，但是你第一次还是俄罗斯是要一支敬吗？然后一定要说你为了什么东西，什么事情要喝，不能就是干杯然后就喝。你要说哦，今天因为什么什么谁的生日还是什么这样。我敬你今天陈汉典的生日。只就每一次举杯都要想一个名目，对，一定要说，比如说哦，今天。每个女生都很漂亮，所以我们就干杯这样。这样很麻烦。很丑，很丑也可以干杯。如果你没有说干杯，然后自己喝，你就算酒鬼。所以哦，自己一个人喝是酒鬼。对，所以很多人就看你哦。你也不在乎酒鬼的名字了，是吧？你什么都不在乎，你只要喝酒就好了。安妮要在台湾主持节目了，是哦，是有。恭喜你！谢谢谢谢，值得干一杯哦。那就。叫爱台湾味，每礼拜四晚餐11点在卫视中文台，请你们看。他应该是念自己的节目名称念的最不标准的，每个音都差不多。对，还有一个男生陪你。对，我哥哥 Jack 帅哥。你真哥哥？真哥哥，对。你喝过台湾的很烈的酒吗？高粱酒有喝过。酒我们也有喝。高粱比俄国的酒。差不多，所以你不怕高粱酒？我不怕，我也不怕。克里斯汀出了一个专辑，叫做《100万个可能》。对，这很台湾的专辑名字耶。怎么会出中文专辑？很喜欢唱歌，然后我在台湾是念师大的中文研究所，然后就开始自己写曲子，自己写歌词这样。所以你以前在美国的时候也是唱歌吗？嗯，我有参加 a cappella 那种团体，但是就是大学的时候而已。然后安妮说不能够坐在桌子的脚脚，是指这里吗？对，这样。所以这个位置也是脚脚，这个位置也是脚脚。对。所以我若请你吃饭，把你放在这边，我就会说哦，好好好，然后就旁边坐。所以这边怎么了？这边如果你坐那边，你就你的老公会。喝很多酒，真的，我也觉得很好笑。原来是因为你坐在那里，所以你才喝。所以只有女性会在乎这件事吗？对，就是女生，男生算了，他们一定喝很多。台湾好像也有这种习俗吧？坐桌脚，坐桌脚就是台湾话，就是讲 Q 嘎嘎 ，Q 嘎就是说你这个人没出息。所以其实也不能让，可是桌子就是有四个角，你很容易就坐到。所以就是坐这边、这边、那边，就四个边就好了。对，坐这四边。对，不要放这边，不要放人。对，就是脚脚都不能放人。长辈看到一定说：“阿丽亚，你给你 Q 港，你别当贼呀。”现在还会这样子，长辈都会。所以我来台湾，我觉得你们的桌子都是圆圆的，很好，没有那个问题。你就要找不到桌角。其实结果大家也是喝很多酒，没有差别。日本吃东西的时候，听说饮料不可以先喝吗？就是大家倒几才可以。就你的饮料如果先来了。你不可以自己就觉得口渴，我先拿起来喝。连冰红茶什么都不行吗？不行，对，一定要。因为我以前就是这样，我刚去的时候，然后大家一起吃饭，其实也都没有什么长辈或晚辈，其实都同年龄的。那饮料就是可能我的就先上了，然后那天我记得我口很渴，所以我也没想太多，我就拿起来喝了一口的时候，我发现我旁边朋友这样敲我一下。我就这样瞪他一眼，我想说你是要把我杯子里面洒出来吗？他跟我说你要等大家都到齐，一起看拜才能喝。嗯，可是又不是酒，有什么好看拜？对啊，可是他觉得这就是他们的礼仪，对不对？对对。Tomo， 那你有听说过日本现在如果女生一个人走进餐厅去，女生一个人吃饭，还是被当成是奇怪的事吗？奇怪吧，我也觉得奇怪。而且好像不可以一个人去那种。就是你知道像吉差家、松连锁的，就是对那种牛洞或是那种餐饮店，是女生不能一个人进去吃的。为什么？因为你如现在 OK 吧？
我去的时候，他们是觉得，哎，我们今天有新的日本代表，哎，哈鲁先生，你好。修的没有没有，你没修，天生的，不可能，人家天生的，你没有修，不是日本人男生的大都是自己说的，你有没有修？对，有有有，你还有画一点眼影吧？啊，你还有画一点眼影吧？这个是没有，真的天生的。对，所以你说一个人去连锁店，女生可以吗？现在是可以吧？以前是不可以，就是害羞，因为女生一个人去吃饭是有一点尴尬的。可是有听说最近的年轻人，那个女生是一个人去那个居酒屋，然后喝酒。哦，这应该很正常吧？不是啊，以前是不可以的。我们的国家是以前是没有这样的事情。其他的国家可以吗？一个人去，韩国没有关系吧？韩国的话比较就是因为大家都一起吃饭，没有就是一个人吃饭，好像一个人吃饭好像被霸凌一样的那种感觉，就被人家就是那种就对，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去吃饭，所以就比较两人分开吃。韩国餐厅都是两人分开吃，没有单人分，就是烤肉也是两人分开吃。那一个人怎么活？他的朋友跟一起去吃饭。亮哲土耳其按摩有反应，康永惊讶要出柜。你是去土耳其？对啊，那个时候去土耳其就是有土耳其浴很有名嘛。然后他的刷背的方式就像那个韩国那个，就是用一定要用尽全力，就像有点像刮鱼鳞的方式。他还要伸到里面去搓，就是他要伸到最深处。我不是怕最后被什么，我是因为我会。那个又有来宾要出柜了，我们每一集都有人要出柜，因为真的到那个位置的时候，因为平常根本不会去做这件事，我很少去，也很少去按摩。看说韩国男生不能一个人去澡堂洗澡，要两个人，说互相擦背。那等一下，对那个，因为我老公啊，就是我老公，就是他不知道韩国的文化，然后就是我弟弟就是带着就是我老公去那就是洗澡，然后他以为是他自己洗。为什么不在家里洗？因为我们韩国就是大众汤，就大家去泡温泉，就然后泡汤，然后就是搓开始搓，就是脏东西会就是出来。然后呢，就我弟弟就带他去，然后他以为是自己洗自己的，然后开始洗头发，忽然摸就是。背就是有一个就是很不一样的，就是手就是过来，他就吓一跳，是什么东西？然后我弟弟因为不会讲中文，所以他想说就是先帮，就是我老公就是刷背刷完了，然后就是我弟弟就是慢慢的靠过去，因为他没办法讲中文，也没办法。我觉得画面还蛮感人的。然后就想刷背。所以你老公真的有帮他刷吗？有，因为他说他已经这样子了，然后就没有刷，就很不礼貌，就是刷。帮人家刷的时候一定要搓出污垢来。东西，对，东西出来。哇，你说在韩国？刚刚是开黄腔吗？好直接，就是很脏的小子，我怎么会 miss 掉这个黄腔？好，所以日本现在还会去泡大众澡堂吗？我没有，日本还是有，他们就叫前汤。那会互相搓背吗？互相搓背是爸爸跟儿子的那个，就是交流那一种。可是电影不认识的人都不会。那背怎么办？自己尽量。你是去土耳其？哦，对啊，那个时候去土耳其就是有土耳其浴很有名嘛。本来期待是一个美女，但后来烟雾散开之后是一个有胸毛的大叔。然后络腮胡，然后他的刷背的方式其实就像那个韩国那个，就是用一定要用尽全力，就像有点像刮鱼鳞的方式，就一定要搓出东西就对了。所以他，而且他会最后还会有一个那个翻面的动作，后来他还要伸到里面去搓，就是他要伸到最深处。然后我就说 no，it's okay， 因为我们觉得节目的画面已经够了。最深处是，就是他可能连你的肝脏那边吗？该比都要撸干净，所以你当时是穿的短裤？没有没有，他就是一个小围巾这样。哦，然后他要把手伸进去那个围巾，他就拿着那个菜瓜布要伸进去。然后 OK 这样没问题，我们节目已经 OK。但是后来那个大，然后马上的大叔就变脸，那个导游就说你一定要让他把服务做完，否则对他们来说，他们这是违背他们土耳其浴的一个传统。哇哦！然后他是不是会觉得你觉得他服务的不够好？对，他也会这么感觉，我说
哦，好吧，那你就来吧。但其实我第二次再叫他来吧，不是更尴尬吗？我没有直接叫他 come on， 没有。说阿妈跟导游说对不起，说我不知道传统，然后那不好意思，那就让他把这个服务做完。我不是怕最后被怎么样，我就因为我会有反应。那个是又有来宾要出柜吗？我们每一集都有人要出柜，因为真的到那个位置的时候，因为平常根本不会去做这件事，我很少自己也很少去按摩。你在台湾是学什么？哦，我是演员，舞台剧吗？对，你会唱台湾的国语歌吗？会啊，也要唱一下吗？你喜欢 ？OK。突然好想你，你会在哪里？我的快乐或委屈。好，谢谢。所以他是 musical 的唱法，是大的那一种。有人要出专辑？KTV 不可以插播。对。不可以插播。你们都唱过台湾的 KTV 了吗？有。你们都用过插播这件事吗？有。就是不排队就按插播先唱。而且插播一定要默默的按，你不能让通知其他人。对啊。其实好像我们外国人那个台湾的朋友，他们会故意叫我们啊，你插播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啊，我就很不欢迎。好了好了，因为如果你比方说我们八点开始唱，你八点半才来，你一来我们就会帮你插播一个歌，让你可以马上就加入啊。所以日本这件事是很不礼貌吗？就对，会翻白眼。我们就是如果这样子四个人唱，然后总这边哎，你唱你唱我唱，就是一直这样子试试。而且你叫他一首歌，比如你唱完换我唱，就是因为这样轮流，所以第四个人要等很久，所以第四个人那很倒霉，他要等很久。所以他们有一个很奇怪规定，是这首歌你唱了以后，你不能唱完，你只能唱到副歌一半之后就要切掉，然后就换我唱。所以我唱了一半之后我就切掉，这样第四个人就不用等太久，因为他们是不能插播的。那你就唱不过瘾啊。所以你知道就唱，就是因为你知道副歌唱完一遍之后，第二个副歌常常会再升八个 key 的时候，才是真的你可以高潮的时候。对，他们就是会切掉。这个好像是只有在我们去 KTV 最后三十分钟要买单前会做的事。对对对，最后一波大家轮流唱，这样不能一起唱一首歌啊。对，在台湾如果你点了一个歌，别人就站起来说我也要唱，对，很正常啊。然后日本人就会说我不给你唱吗？日本人就会觉得这种人不要再找他。对对对，下次没有他。你们现在可以插播了吧？一样一样，我们是不可以唱，有人唱的时候不可以别人唱，一直听。那你在听完过后，厉害耶，这样子，要再有礼貌，还一定要讲一些口号，对，一定要好听哦，这样子，一定要这样，一定要说好听，然后。下一个要唱，然后好听，我很好听，很哭哦，真的。然后下一个唱，还要哭，他太像在牛郎店唱，你也觉得吗？你是在台湾的牛郎店上班吗？没有，在日本有吗？没有，太可惜了，太可惜。你脸上就写了牛郎两个字，没有没有没有。所以你在台湾待了多久？大概六个月。六个月，台湾人是不是很喜欢说"我这个很好吃，我切一块给你吃"这种？很爱 share。德国不可以吗？德国不会，就是在台湾，就是我印象中就是长辈都会，哎，我这个夹给你，然后这个菜夹给你这样。可是，在德国不会，大家就是自己拿、自己弄、自己吃。然后我印象深刻，有一次我去一个，就是我在德国一个 party， 然后有个台湾朋友来，然后德国朋友都不会，但是这个台湾朋友他就是，哎，这个给你吃，我们一起 share 这样。然后所以我印象很深刻，只有亚洲会这样。德国不会。德国如果你吃到你的肉很好吃，你不可以切一块给旁边的人吃？不习惯，德国人不会这样，所以也不是说不礼貌，但是就是不会有这个行为出现。他国语也太好了。对对啊，你在哪里学的？在台湾啊。你多久了？我从小。你是在台湾长大的吗？对的。那你德文好吗？也 OK， 英文也 OK。所以是因为家里面说德文啊？对，家里讲德文跟英文这样。不能分菜，在别的国家也一样吗？在法国也不行。不可以 share 我的食物给你，就是厨师做这道菜，它等于是一个艺术品，啊，你把它这个艺术品破坏掉，然后分给别人，这样弄乱，他就会觉得很不开心。哦，对，你们都不能去法国，因为听说他们菜上桌不可以拍照。对，哦，对，法国一直拍照。雷米说法国不能拍照。对啊，不能吗？不能，绝对不能。那时候难怪会觉得那么多人一直看我，一直看我。你在法国有拍吗？你有
有拍照。当然，他拍很多照，对，我拍很多照就要播。他说不行。有一次我在法国，然后那时候就是法国吃饭那种咖啡厅，然后就有两三个台湾的女孩，因为我听台湾人，然后他们就开始啊，这看起来好好吃啊，拍要开始拍，然后那个服务生就过来，就过去他们那边说。就开始讲，法人说：“哎，你这个不能拍哦。”然后他们就啊，你在说什么？听不懂。然后才过去跟他们讲说：“哎，这个食物不能拍。”他说：“啊，我只是要拍一下什么的什么的。”他说：“真的不行，不好意思。”那法国人的 Facebook 上面都登什么照片？可以自拍，朋友喝酒啊，喝酒嘛，喝酒。嗯，所以可以自拍自己的脸，偷偷拍到后面的菜吧？应该可以啦，因为他们会怕说你要抄袭他的点子。哦，民族态度。而且他们会不能理解，就是有什么好拍？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她嫁到法国去，然后我们前两个月去找她玩。在巴黎的时候，你知道她老公就很受不了，每天跟我们出去吃饭，一上桌，你知道几个女生就开始快点快点，我们来拍，然后酒也要拍饭。她老公就是那种，她就站起来先去跟服务生说，她没要拍照。她是哪里人？她是巴黎人，她先去知会说我们要拍照，让我们拍一下这样子，或者是她会替我们把风，就是说你们要拍赶快拍。可是你们的行为其实是很不礼貌的，人家压力好大，我就觉得就是德国应该没有在管拍照，没有没有没有，就都可以拍。可是德国人有爱拍食物吗？我觉得现在也会，但是没有到台湾这么夸张。美国呢？比较不会，就是不会觉得那个东西有意思，不会想拍，对啊，就是吃东西，因为它是汉堡，对不对？对对。安妮俄罗斯喝酒一定要干杯，小薇直接想订机票出发。人家敬你酒，你一定要喝光。对，我们就干杯，不要浪费时间，就干杯。每一次都可以干杯，不是可以要干杯，一定要的。一定要干杯。对，如果你不干杯，你就没礼貌。对我，那我订一下俄罗斯的飞机票。来来来来来，那可以主持吃的节目，哇，清醒的主持晚饭。咖啡店带一本书去看喝咖啡是很不礼貌的事情，这在我们的广告里都被拍成很有气质的事情，这是文青才会做的事啊！是在哪一个国家觉得很没礼貌？去喝咖啡不可以带书去看吗？不可以坐很久是吗？在德国就是会，因为我来台湾之后，我发现很多学生都会就是买一杯咖啡，然后坐一整天，然后这边看书或者是趴着睡觉。然后在德国不行，顶多大概坐两个小时就差不多了，就不会发生说在那边读书看一整天，或者是趴在那边睡觉。如果是 J.K. Rowling 在里面写东西，写 Harry Potter 写了一整天呢？就是那你可能要一直买，或者他两个小时以内要写完。对对对。日本可以分菜给别人吃吧？很少，就是自己就是用筷子切什么。对他们有一个很奇怪的那个礼仪，是我刚开始去的时候我还蛮糗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饭桌上面吃饭，有的时候都是拿那个免洗筷，对不对？然后我免洗筷就是这样很习惯打开，我就会这样搓两下。会这样做的举手，我也觉得打开筷子会搓一下。我也会。可是我一搓的时候我就被讲说你这样好没礼貌。为什么？为什么？他不是把它拍掉？我不知道。所以你在日本根本就是个野人呢，做每件事都。OK， 就是也没到这么的，你知道野蛮。可是到那边就不管做什么行为，好像都觉得不是很得体。搓那个怎么了？就直接讲说没有人一拿起来。你刚才说照韩国规矩就要搓出东西来。因为不搓的话，那个木屑可能会插到手里面。对，我就这样讲。他们说我们日本的免洗筷没有木屑。啊，他们说，所以他们没有人会习惯做这样的动作。他可能以为你要生火吧。对。然后还有一次印象很深刻，是我们要吃饭的时候，你知道在饭桌上台湾人吃合菜，有人就夹了一块，然后你就看他那个肉一直连在一起，你就会忍不住去帮他，一定要帮啊。对。然后我有一次在日本吃饭的时候，我就是头，我是夹的人，然后我就这样一直抖一直抖，我就看全桌每个人就一直这样低头不理我，我想说日本人真的好冷漠，我就默默把这样两块肉放到
这个碗里，就隔没多久，同样情况是我朋友他夹不起来，我就要告诉他们说，其实做人是要亲切一点的。我立刻就去帮他这样夹开来，你知道我一夹开那一瞬间，啪，全桌就看着我，然后我又想说，我做错什么事啊？对啊，这很普通啊。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在饭桌上是大禁忌，你筷子不能夹着筷子的，这是他们丧礼的时候剪骨的时候的一个仪式。所以你在餐桌上拿筷子去跟人家筷子接东西，或是去拉开东西，这个都象征是他们丧礼上面的一个行为。啊，那个是那只动物的丧礼啊，它就是死在我们桌上。对耶，我是应该这样子讲哎，不要这样讲，会是一个。是哪一个人说喝酒的时候要装在同一个杯子里，大家轮流喝？巴拉圭吗？对。我们在跟朋友是年轻的人，我们只会如果喝啤酒或是 whisky 这样子的，我们只有一个杯子或是一个瓶的。然后想我喝一点点，然后就可以朋友，然后这样子是一起聊天的。可是我们的问题是有外国人去，我有带过一个台湾朋友跟我一起去巴拉圭，然后朋友可以带一个啤酒的时候他一直喝，然后我的朋友说你的朋友，但是那个是一个microphone嘛，你要给大家都一起喝，大家 share 啊，对，不能一人点一杯吗？对，你们的杯子很贵吗？很大量，那真的要。应该是因为我们很喜欢喝那个马黛茶，马黛茶都是一起喝的，只有一个杯子。马黛茶是什么？马黛茶是一个南美洲的一个茶，一种的茶。茶，对。可是万一有人感冒怎么办？对。不要跟他一起喝，他不会喝。如果他感冒，他不会喝，然后只是一起聊天。人家敬你酒，你一定要喝光哎。哦，哇哦，对，一定要，对，我们就干杯，不要浪费时间，就干杯。每一次都可以干杯。对，每一次都要，不是可以要干杯，一定要的。一定要干杯。对，如果你不干杯，你就没礼貌。对我，我定下俄罗斯兵。来，法国人喝酒倒到杯子里的一些些，你觉得太少？对，我觉得太少，所以他是酒鬼。可是法国的酒杯，因为倒满很多哎。他倒很多酒进去，所以我就喜欢喝 tequila， 因为 tequila 是一定是 shot， 对，干脆一点，是不是？你懂我的意思？他是可以主持吃的节目吗？没办法清醒的主持完吧？韩国也是要倒很多，是不是？对，倒满，就是就好像一半的话，好像没有，就是对他就是不尊敬什么的，就是一定要倒满，就是。我对你的爱这么多，很诚意这样子。其实在日本不一样，是不是？因为有一次我跟日本朋友喝酒，然后我就给他很多酒，然后他说哦这样有点不礼貌，然后就给我一半，是不是？差不多八分满。对，八分，对对对，不要倒太满。然后我觉得为什么这样？我对你这么好，我给你那么多酒，不知道感恩。如果都是哦，这样不行。大家对于那个手的干净的事情态度也不一样，就是Giovanni 说这事情我真的有点不相信。你说摸下面那件事吗？你们摸下面来祝福别人？什么东西？这个是一个普通的行为，复杂的事情。对对，有这种。是古老的吧，传统，就是他会，所以你说 Michael Jackson 在台上的时候都在祝福，是，是那种摸吗？对，没有那么用力的，自己摸自己的是不是？对，对，不能摸别人的会被关，不能摸别人。所以是我自己足赛，大家在罚球的时候，那个是一种祝福，是这意思吗？对，只是怕受伤。你说自己摸着自己，然后替对方祝福，还是替自己祝福？所以保护自己，比如说好了，我要考试嘛，我要考试，但是我没有准备那么好，我觉得考完试，我会不会过？我不知道。那我朋友问我。你会过吗？那我就摸一下，就没确认会过这样子，怎么确认？跟这个一样，但是我们或者跟敲木头是一样的。所以女生也有这个习惯吗？只有男生可以祝福自己。那女生如果怕考试没有过怎么办？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他说意大利人开别人玩笑的方法，台湾人也不太懂。嗯，你说你有开过台湾人的玩笑，他们觉得很受伤？有被讨厌过啊。我比如说，我们有这种，我们会故意让我们的朋友尴尬，我们会觉得是好笑的事情。让朋友尴尬很好笑，我们觉得好，我们在欧洲觉得好像法国也哪一种尴尬？对啦，法国也可以啊。哪一种尴尬？是把他裤子拉下来还是什么？没有，他开他的玩笑。譬如说，好，我知道他很喜欢他嘛。对，他们偷偷有 SMS， 可是其他朋友不知道。那我们在讲一个东西，我们说，你昨天不是一直 message 他吗？你怎么不跟他讲就好啦？在大家的面前，我们会觉得是蛮好笑的。可是，在台湾这样好像，其他人，因为其他人之前是不知道嘛，他们不想要让其他人知道。对，我们在康熙常做这件事情，我们揭穿所有人不想被别人知道。我觉得台湾好像没有这么多限制吧。对，你的朋友是不是很严肃的人？可能。我觉得你开这玩笑没有很过分啊，所以可以吗？在台湾可以吗？完全可以，可以到不行了。好啊，可以。然后你也可以随便摸下面，要祝福。台湾人应该不在乎这些事吧？台湾人都喜欢玩互相那个拍对方下体了。只有我那个年代吗？在国中生的时候，外国人解放自己，打嗝放屁样样来。打嗝应该就是全世界都觉得没礼貌吧？打嗝不行，打嗝真的不行，真的不行，绝对不行。俄国也不行，当然不行。法国如果有个女生在你面前放屁，你就不会再爱上她了吗？打嗝或放屁，我们都会道歉，一定要道歉。所以你们在台湾有解放你们自己没有？我爸有，我爸有，我爸过得很开心。你到台湾就立刻放屁。可以用左手握手。对，因为马来西亚它是三大民族的国家嘛，就有马来人、华人还有印度人。然后马来人就是回教徒，那他们回教徒呢，他们会觉得说用左手来做任何事情都是不礼貌的，比如像握手也好，端菜给别人拿东西都不能够只是用左手，要用右手，然后也不能够两个手接出去啊，要这样子出去。哎，不可以两只手一起吗？对，要这样子出去。所以你的新专辑。这样给你不行，要这样给你。我们华人不能用左手，要右。对，其实真正来讲要这样子。哦，所以右手才是干净。因为他们会觉得说左手就是拿来洗屁股用的。所以你真的是用左手洗屁股吗？对啊。然后右手不是比较顺？我觉得左手还蛮顺的耶。谁会记得自己用哪一只手洗屁股啊？没有，通常都是右手啊。对，右手。我也觉得用右手。左手感觉用左手。你的专辑是要照顾流浪动物的吗？对，没错，这张专辑是所有的收入通通都要捐给流浪动物的。对，都捐给流浪动物慈善基金会。所以是因为你自己特别喜欢养狗，还是？我可以说是我特别爱生命，特别爱这只动物，所以我自己非常希望可以去做一些事情去帮助他们。所以这次就来到台湾过后，就很荣幸的认识到了流浪动物之家基金会，然后我就想说，我有两首歌曲，这两首歌曲是写给动物的，那我就说我送给你们，你们去发片，然后我帮你去做宣传这样子，可是所有的收入，你们全部都拿，甚至是在马来西亚的收入，还有在其他国家的所有卖的这个钱都是捐给他们。有出专辑的人没有被邀请唱歌，然后只有帮你唱了歌，这是很奇怪。对嘛？对，我们就是这么奇怪，野蛮的节目。如果在捷运上面有人在讲话，就是台湾人吗？对。因为日本就是在电车上就是完全不能用手机讲话。对。可以传简讯吗？简讯可以，就是讲话是不可以。可是有的车上就是有写，就是也不能上网。所以只要听到有人讲话，就不是日本人。对，那就是拖这样子，要这样讲话。对，这压力很大。然后我就回日本，然后坐电车，然后就是接到台湾人的电话就会接，然后用中文讲。可是接到日本人的电话就不接。在日本人比较不方便吧，出去。可
会讲中文就会被原谅了，就是很怕打扰到别人。我以前住在韩国的时候，我第一次去住在韩国，然后在韩国的大巴士里面是很吵，就一直吵，可是为什么讲话，然后有人那个电话响的。他接电话，喂，为什么洗衣这样子？我吓到，为什么打巴士的时候可以接电话打电话这样子？对，我们的国家跟韩国还是其他的国家是完全不一样的。嗯，他可能不是牛郎店的。嗯。所以韩国是没有关系的。没关系，就是大家都在看电影耶，也出声音没有关系。就还是会大家都在聊天，边聊边吃东西。德国人不会跟陌生人聊天吧？聊天要看状况，要看有没有，但是会打招呼，会跟陌生人打，就是我就是在德国，我们早上如果有对到眼的话，就会说 a guten tag， 这样就会哦早安这样会讲，但台湾就不会。台湾对到眼不打招呼？不会啊，我就是反差超大，我去学校我都会跟同学说，哎嗨大家早，然后好 OK， 没有人要理我。台湾人真的很害羞哎，真的没有人要理我，因为一开始很伤心哎，我想说我是不是大家讨厌我？其实不是。我之前旁边的 Seven， 所有的人都会说哦嗨嗨 hello， 早安安妮吧。其实还蛮多国家都会打招呼，尤其是看到陌生人或是不同国籍，比如说荷兰、芬兰、斯里兰卡。然后菲律宾，其实这些地方都是看到陌生人就是会点头，真的吗？所以去那个地方会觉得很舒服，不会有你点头之后，然后人家撇头走掉那种。台湾就所以就会。我上次读到一篇文章说，芬兰人非常不喜欢社交谈话这件事。可是聊天通常都是无意义的，人生哪有那么多有意义的话题可以聊？他们宁愿保持沉默，整顿饭。对他们觉得没关系，因为好冷。讲话机会很少，但是我觉得像日本也是直接会跟人家打招呼，就是不认识也会说哦嗨过在吗？こんにちは。还有他们有一件事情我也觉得很不可思议，是我们去看电影，然后看电影不是到最后就是开始放音乐，然后上字幕的时候，我们就会散场了吗？他们会坐到最后一刻，你说连每一个字幕跑到，你不能先站起来，你看我没有耐心，因为我弱的导演、演员、男主角，我心想说可以走了吧，走了吧，他们也不亮灯，嗯。我们就是如果到差不多演员到第几页你就开始亮灯了，第一他们不亮灯，第二是他们没有人站起来，他们会到最后一个。他们是在等 NG 画面吗？那是以前成龙的片子。法国呢？法国也会等，因为这是给就是导演基本的尊重。对他们觉得是只有很艺术的电影才会这样。没有没有，都会。所以你们有看到电影的真正的 ending？ 变形金刚也会等。对。就算你没在看，你在那边睡觉。现在科幻片后面很长哎，就是就还是很多，在法国还是会等。所以电影真正的 ending 的画面是什么？就是 roll 那个 credit 啊， roll 完就结束啊，最后是一个黑，最后对黑色，然后他们就会知道最后是什么。所以你们等到画面完全变黑了，才集体离开现场，他们才亮灯。对，亮灯。意大利不会做到完。我们会希望那个 credit 的中间有那些好笑的，就我们会等。然后没有的话，你会听一些人啊没有，然后那就不再提供没有。打嗝应该就是全世界都觉得没礼貌吧？对他们超没礼貌。打嗝不行，打嗝真的不行，绝对不行，绝对不行。俄国也不行，当然不行。小语混说打嗝，你妈妈会打你。对，我打嗝放屁。我就说你在做什么？你非常没礼貌。在餐桌上打嗝不行，绝对不行。在家里也不行，如果一个人你也不敢做，你一个人就怎样？所以如果喝完可乐那个，不行，那要怎么办？如果你好痛苦，绝对不行，不小心打嗝，如果别人听，你就觉得很好意思。好在哦，真爱台湾。马来西亚可以啊，马来西亚可以。所以马来西亚可以，但不能用左手打可乐，那要用觉得很好笑。要用哪一只手？没有啊，你们可以拿左手打哈欠的时候可以用左手捂吗？都会用右。台湾真的，可是我觉得很多人都会，就是你打就是哈欠也好啊，打喷嚏也好，还是你打嗝都好，就是放胆来吧，就是就这样，然后大家就觉得很好笑，然后就大家一起笑。主要是好笑的，主要是舒服啦，就是可以。就是有一些小孩子、小朋友啊，或者是一些学生啊，他们还会有是在学校有打嗝比赛这样子。打嗝比赛，这是好可爱的打嗝比
就是看谁的比较大声，这样子就赢了。是啊，因为打嗝会胃胀气。我觉得还蛮好玩的、啊。所以你们都觉得台湾生活起来禁忌比较少，没什么。没有禁忌。我曾经碰过，就是有四个人在车上，就其中有一个人放屁了，然后就是那个日本的司机默默就把那个车窗打开了，因为太臭了。可是你知道，四个人就假装一切都没有发生，然后一直在聊刚刚那个同样的一件事情。可是他对，而且他们都知道，我们都知道是谁放屁的。就比如说，也不能开他玩笑说你好臭。就我们一定会平常在台湾就说哦是你哦，大声，竟然还不开窗，我会害羞吗？不是，他们就是你，如果你放屁你承认了，你会很丢脸；如果有人笑你，那个人更没礼貌。日本人觉得放屁的人没礼貌，去指认的人更没礼貌，所以就你就在一台车就听到噗，然后大家就错。没有没有笑，然后就继续讲对对对，那个天皇他已经要70岁生日，然后就是很认真的事情。然后你知道我在旁边就一直想说哇，他们好厉害。然后还有我就有问，自动隔离他们不能聊的事，连在台湾司机都会吐槽你吧？不认识的人都会吐槽你。对啊，大家就觉得很好。他在高中，他不小心放屁了，在上课，他一个礼拜都不来上课，丢脸吧？对，他就觉得非常害羞。为什么俄罗斯这么在乎放屁这件事？你就希望没礼貌，很没礼貌，不礼貌。在日本非常没礼貌。所以在法国，如果有个女生在你面前放屁，你就不会再爱上她了吗？哎，我的压力很大，为什么？他们就是打嗝或放屁，我们都会道歉。一定要道歉，要多诚恳，就是啊，胖东这样，胖东，所以在你们在台湾有解放你们自己没有？我爸有，我爸有，我爸过得很开心。一到台湾就立刻放，也是，30年不来，我爸也是，然后我妈要疯了，因为我爸就是然后说，我因为我爸就很解放，但我妈就真要疯了，然后而且我们家三个男的，爸爸是德国。爸爸也是德国人，对，所以他是跟台湾人学的，可以，就是他来这边就没有人要，没有人会说什么啊，就是你做什么，就是他就是很自在。克里斯汀说，在美国，如果警察在你车子外面，你不可以假做出要下车找他的样子，对，绝对不行，他可能会开枪。所以你想要跟他解释事情，你只能够坐在位置上，一定要继续坐，然后就是只能打开窗户，而且不是双手要让他看到。是的，除非他告诉你你要，可是如果他没有说什么就没关系。他如果说手放在方向盘上就这样子，他如果没有说，你就可以乱放嘛，你就可以找你的保险给他看。那个 stop sign。哦，对，一定是真的要 stop。我觉得美国很多交通规矩就都一定必须要跟，就是像如果有个 stop sign， 就一个要停的标志，那种红的。在台湾，大家都觉得那个是参考用的吧？对，现在学会了参考用的三个。因为有的在美国，你必须要提，因为可能另外一个方向没有，他不会看啦，他会直接冲过去，所以你必须要看。有 stop sign 的地方意味着责任在你身上，你要停下来，因为那边的人没有 stop sign。对，你必须要停3秒才可以走。3秒？对，这么久。嫌弃，而且美国人真的很遵守这个规则，是他们真的会停3秒。对，台湾没有 stop sign 啊，台湾可是台湾有停止线啊，有一些啦。然后如果闪黄灯的时候，照理来说也是要是黄灯，然后有停止线，你就是要先停下来，然后要一样的道理，对，然后你才能走。可是这是正确的，可是我们台湾比较少有参考用，参考是放漂亮而已啊，漂亮建议亮点。你就像 Christmas 的灯一样，台湾 Christmas 放一年四季都放 Christmas。对，对对对。也许下一次我们可以做一集研究台湾到底在乎什么事情，好像暂时什么事可以接受，想不出来。台湾人，我碰到状况是台湾人很不能接受，就是今天我准备的东西给你吃，然后你拒绝，或者是有一个人说不能吃光啊，对，不能吃完再罗。台湾的礼貌是你要吃光，你要吃光，然后而且可是也不到很在意，会在意啊。如果做客户，我今天买了礼送给你，你不熟，或者我有了真的不需要。不是他如果煮了一锅一盘肉，
你故意留一块肉不吃掉，台湾人会很奇怪的事。你说在台湾啊，可是在俄国说是礼貌要吃，要留一块肉。对，要留一块。如果你给我吃东西，然后就吃很干净，意思是你给我的东西不够。对，所以一定要吃不完。对。然后我来台湾，我就故意的留一些东西，然后他们问我，你不好吃，小姐，对，不好吃吗？对，还是怎么了？对，对呀，因为你要接下来主持的是吃的节目，现在我就不敢接，相信我。是，所以我们下一次来研究台湾人在乎什么事好。那祝各位新推出的节目、还有专辑、还有书都能够成功，谢谢各位，谢谢。